I'm so sorry. 这间原本敢那我咧用尔，我一时袂记你妈滴个。海仔，海仔，对不起，我啥物拢无看到，你先甲擦一下。我有穿衫啊，唔是你看。你莫阁装逼我啦！你先甲衫穿好，你先出去啦。你坏坏哟！那是照你讲的，我今麦无穿衫，浴巾搁伫你遐，那呢？请问罗先生，我是要安怎行出去？歹势。你看，我有穿衫。哎，你不是要分手？我跟你玩几个月？哪里叫你要修明星的？搞狗子！虽然这间的租金有较贵，不过环境确实袂歹，所有的家具拢有付啊，真正是以卡皮箱来当入住。浴室那有水箱，干嘛漏水啊？我真正无代志，你先出去啊！
拢弄着头壳，哪有可能无代志？你看，你连徛拢徛袂知安尼，无我想讲你出去，卡免你等下阁晕落来。你莫过来！你看，我真正无代志啊，所以你赶快先出去。好，无你衫穿穿的，出来外口休困一下啦。嗯。看起来都无参像只避暑的人讲。你若是无去验吼，这个肥皂送予你用啦。哦，好啊，多谢。会记哦，刚有三十分钟的洗身躯时间。哦，多谢多谢。洗身躯的，我是你？对啊，是我，邱某的。谁人来你所讲的？在你胸口弄的？你不是偷窥狂是啥？啊？我无迄个意思，我头拄仔只是要捡肥皂，无说你弄着啊！啊，而且你的毛敢若嘛歹去啊，再变做美术馆，我要偷看你洗身躯。I'm really really sorry， 这拢是一场误会，我有责任，我想来去。等等，我敢有讲你当离开？我敢有讲我原谅你这种扯狂的行为啊？嗯？啊，真正就歹势，无你讲我爱安怎向你赔罪，你才愿意存多少？我合理的推论，你是偷窥惯犯，拄只伫包厢门口搞偷，今嘛阁招来遮偷看洗身躯，唔是唔是，你这拢是误会。这是我感受的事实，所以你应该也受到严重惩罚，阿拉无有更加侪人受害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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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